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立秉营造吴春山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这本书是《旅途》，那这是三老爷林献堂的生活日常。这个作者呢是林献堂先生的曾孙子，由他来叙述他阿祖的一些日常，很有感情，那也很特别，跟我们过往所有看的书都不同。更多的内容我将在节目中与您分享，敬请锁定好家庭联播网，我们空中见。